岁要叫我们猜，有可能我们已经住了四十几年。等一下，我没有让你们猜，好不好？你们不要一直在说我叫你们猜，我们只是间接。对，间接的话，间接的时候，你如果间接，那就表示是他们的啦，是不是？在台东兰屿渔人部落，台东地建事务所办理借鉴，以及台东地方法院执行拆除工作。由于双方对于戒指各持己见，经过双方多次私下协调，但就是没有共识，因而走上法院。不过在地居民以及承租者不服戒鉴位置，因而与台东地震测量员争执。为了让事件可以和平解决，双方以及台东地方法院一行人到红头派出所进行协调。那我们也是很希望说，双方可以自行协调出一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这起事件发生在渔人段865地号的原告肖姓居民不满与867-1地号被告张姓居民所承租给严先生所经营的民宿客人，将摩托车随意乱停，并且任意丢弃垃圾。经过多次劝告以及协调都没有达成共识，再加上建筑物体占到肖姓居民土地，因而走上法律途径来解决。我们觉得这个正义是算是一个很勉强的啊，因为我们很有诚意，但是对方是怎么心态看，非逼得到他发现这样事态严重之后他才来做一个协商，我们觉得诚意显然是有不足地方。虽然不满意，但是我认为已经稍微缓和一些气氛。这一次的法院的判决和我们传统的传统领域的方向完全走样确定是走样。经过双方两小时的协调，拆屋动作将延缓到11月底，并由承租人自行拆除。这是兰屿史上第一次由台东地方法院执行拆屋动作。事件虽然暂时落幕，但是居民表示，其实兰屿许多的土地也都面临同样的状况，就是由于居民对于土地的分界不是很清楚，发生房子有占用到其他地主的土地，希望相关单位正视兰屿土地使用的问题，出面协调解决。记者小玛丽达森台东兰屿采访报道。